係唔支援呢個 micro SD 卡嘅。咁淨係由呢一點，我依家可以知道咧，Android 3.0 本身其實係一個未完成嘅 OS 嚟嘅。咁事實報咗啱同買嘅 Google I/O 亦都係 Google 係宣布咗會推出呢個 Android 3.1 啦。咁就係、一個小升級版，咁就個支援相對上比較完整。咁但係咧。相信呢個 Android 3.1 要去到廠商嘅手上，再由廠商 push 個 OTA 嘅 update 落去其他手度咧，仍然係需要一段幾長嘅時間。咁此其一，第二樣嘢就係咧，啱啱同埋 Google 嘅 Google I/O 嘅大會咧 ，Google 亦都宣布咗喺今年第四季會推出新版嘅 OS， 呢個 Ice Cream Sandwich 係好長嘅。咁呢、这個版本的 OS 咧就將會係一次過 support 曬tablet 同埋手機在內嘅 device。咁呢樣嘢所帶出嘅信息咧就係俾呢個 developer 知道，其實唔需要咁急為 Honeycomb 寫 program 嘅。亦都因為咁樣，所以大部分即係以我自己嘅推測啦，大部分嘅 developer 應該係會繼續。去 develop 手機 program， 即係 Android 2.x 嘅OS 啦，咁嘅 program 啦，直到呢個 Ice Cream Sandwich 推出之後，先至會直接由Gingerbread 嘅 program 再向上支援到 Ice Cream Sandwich。咁換言之咧，即使買咗呢個 Honeycomb Tablet 咧，喺 App 嘅數量上面亦都唔會太多。